新港宽广头前的便利路改成工程，经过三年外时间，总算完工。14号上午举行完工通车典礼，馆长王惠美指出，将滨工业区便利路改成工程完工，拍通新港宽广到白色海豚屋、红湾海空步道等所在，串联中华西海岸观光路线。新港宽广头前的便利路，原本是为了疏解江滨工业区交通来开辟对外联络道路，但是因为道路甲地方实际需求有落差，在各级民意代表的建议争取之下，转型作为观光农道，结合店家、宗教信仰甲滨海旅游等，来打造新港新商圈。17线接61线，在深港地区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咱的滨义路，一条是滨二路。但是呢，我们这里呢，前面就是我们的妈祖庙。我们深港地区一直没有一个所谓的商圈，能够让更多的商家、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展财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他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一个工程，能够把我们的福安宫未来衔接到我们滨海的我们白色海豚屋也好，我们沿岸的一些金光光景点也好，点线面去做串联，让更多的人能够进来到深港，然后透过妈祖的一个加持，能够造就我们地方更加的一个繁荣。工业局哦，经济部内边经费拢共编3亿1000万，啊，今日真欢喜来遮哦做这个通车的典礼。这条路呢，东滨哦对台17，西滨到台61哦，台61往北呢可以到台中港，往南就是往我们彰化哦各个联络的地方。那整个对地方的经济繁荣一定会有相当好的一个带动。改善工程开了3年外时间，总算完工。防护干部处表示，便利路道路配置双向4车道，中央的部分也是伫跨大约16米的人行行路区，利用分隔岛绿化植物甲汽机车车道来隔开，而且伫两边设人行道作为两边住户的缓冲空间，而且全面采用智能 LED 灯，方便行人通行。多中华新闻也奉有新港彩虹报道。